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早安，还有荧幕前的弟兄姐妹们也早安。那这个外面下着大雨，求主让我们在敬拜里面，我们里面也下着恩雨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，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，有耶和华做我荆棘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做我荆棘，必全然得胜。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你袖虽然有哭泣，造成我们必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弟兄虽然有哭泣，造成我们必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即使弟兄有哭泣，弟兄虽然有哭泣，造成我们必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能力是来自于主，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求你降下能力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。是的，主，谢谢你，生命泉源从我们里面涌出来。耶稣基督里，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活着，我里面活着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：在我里面的，比之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值得平安要充满我们的心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是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
稣在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，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海的深咒语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海大声忧郁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海战胜仇敌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海大声忧郁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是的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不管是外在的，不管是内在的攻击，没有惧怕爱的神有余，在我里面的比之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、yeah、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，一起来大声宣告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，最后一次宣告来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，记得让我们用掌声欢呼宣告，有耶稣在我们里面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各位弟兄姐妹请坐。感谢主，神这么肯定我们，他甚至住在我们的心里。可是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，常常让我们自己不禁怀疑自己，我到底多有价值。世界看我们，常常把我们看作一颗一颗的小螺丝钉，有时候我们自己看自己，说不定也是如此。但是神怎么看我们呢？以赛亚书43:10写着说，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。新译本写得更直白，新译本说，因为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和贵重，所以我爱你。我们在神眼中是无价之宝，这样的爱也是我们的无价之宝。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，我的脸孔声音在你眼中，不是因为弟兄来，我的名字可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因你慈爱紧紧的拥抱，我赞美你最奇妙的爱。我们一起来，唯有你配得我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，祝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
心中我的脸孔，声音的主是这样的爱着我们，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，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。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。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答案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，主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，尊贵荣耀，主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，这一次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家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，你是我尊贵的主，你是我尊贵的主。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，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，进入你同在，领受你的爱，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所有罪恶必得赦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。心来唱，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，这是我们的呼求，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，是的主啊，求你，谢谢你，开启我心灵，得着我生命，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，耶稣我求你，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打
开我们的心，欢迎你。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，进入你同在，领受你的爱，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。所有到你宝血里面，所有罪得必得赦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。我们请弟兄先来，姐妹来祈求。耶稣，求你进入我的心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，开启我心灵，得着我生命，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。请姐妹来，我们要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需要进入你同在，领受你的爱，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。进入到你宝血里面，所有罪得你的赦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领我到是的主耶稣，带领我们到你的十字架面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。副歌最后一次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所有罪恶必得赦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在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。主啊，你常常提醒我们要舍己，要爱你，要爱人，可是我们的心常常被这个世界所牵引，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很容易就让我们偏行己路。主啊，求你常常提醒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，而是要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。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意念，使我们能够常常跟随你，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。我们一起来。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，因我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
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路上的光，成为我家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。我们邀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跟神唱，我们一起来。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。是的，主啊，这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的祷告，求你垂听，求你成全，求你引领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是我们一起举手跟神说，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们再一次呼求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最后一次呼求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祷告，
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因为我们好软弱，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刻我们觉得有挑战有危机，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也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主啊，主啊，今天你的圣灵再一次来触摸我们每一颗心，特别求你赐下你的话语，好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需要你来引导我们走公义的道路。谢谢你，我们要听你的话，我们要遵行你的旨意。谢谢主，你在教会当中得荣耀，你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所献上的敬拜，愿你悦纳，好像我们的生命像一个馨香的祭献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主，听孩子的祷告，愿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请坐。